你看，这里有个文蛤蜊，哎呦，啊，哇塞，这个花色好不好看？我都不忍心吃了这个。老远就看见这地方有个大海螺啊！哇塞，哇你妈的，想了半天是个壳啊，这个啊，哎呀妈的，有点小了啊，算了吧，不要了。要是大的话，我就把它带回家了。仔细看一下，哇塞，这里，有个螃蟹，哎呀，哇塞，哎呀，哇塞，哎呀，哇塞，哇瞧，哇塞，好凶猛啊，这是个，哇塞，哎呀，抓螃蟹啊，一定要捏它的后屁股啊，如果你要是从正面的话，哎呀，正面的话啊，让它夹到的话，哇塞，那简直啊，那就一个疼，哇，这是个啥？远看啊，还以为是个鸟蛋呢。他走近一看啊，哇，原来是个墨鱼骨。看，哦，这个可以做药材的啊，这个，啊，把它晒干了磨成粉啊，可以止血的这个。